一首主播的心声，聆听主播的心事，感受游客的灵魂。在谩骂声中，我们学会了坚强；在谩骂声中，我们学会了成长，选择了直播的道路，迈上了主播的舞台。有人说，你们主播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但是没有你们游客的支持，我们拿什么赚钱？游客是我们主播不能缺少的重要角色。游客是天，游客是地，有了游客才能顶天立地。游客是风，游客是雨，有了游客才能呼风唤雨。游客是山，游客是海，在场的每一位游客才是我们主播真正的避风港湾。聆听主播的心声。网络是